不可以。而且我们的大卫之音小弟人生都比较矮一点的，所以要站在椅子上大家才看清楚、哦、还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、哦、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同志，沙巴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。我今天要来沙巴，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噩梦，那是华人老人家讲噩梦要讲出来，噩梦才不会成真。发什么噩梦呢？我昨天晚上做梦，发梦到他说如果不到48小时沙巴人民投票，万一不是一万呢，万一国政赢了，首席部长是不是正义哥，不是什么哥，是发油哥，帮我大叫做首席部长，这个不是噩梦吗？如果班罗大做沙巴的首席部长，我们沙巴人走出去怎么抬起旗袍，对不 对？我们的尊严在哪里，对不 对？还有更恐怖的，没有参选在背后买票的高辣的首席部长班罗大，还有一个新的州元首，谁要做新的州元首？我刚才落下飞机下来就听到很多人讲了，击败呀，我搞到告个杀呀，有看到那个 video 吗？杀呀，穆沙阿曼要做州元首，所以呢不用选，等你们选完了，如果国政和这个国门两个都是走后门的，万一他们做政谋，把假烂了要出去，这个这边是穆沙阿曼派人来沙巴打。我要 cable， 你路拿 cable 搞 strong， 因为这样的情形哦。反正老板这边忘记交电费了。cable 卖在桌子上，有吗？搞烂了，那个证明什么知道吗？证明火箭炮有力。啊，火箭炮一开，那个麦都没有了。来来来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哇，这个是60年代林青霞用的麦，21世纪了，没有用这样的麦克风咩？都是，现在全。各位，大家想想看，只要大家想想就好了啊！万一26号，真的国门跟国政赢了，毛毛大是国政沙州国政主席。他是不是首席部长？这一个穆沙阿曼没有选，他没有出来作乱，就是背后条件谈好了嘛，对不 对？什么条件？他已经做过首席部长，谁比首席部长更大？周元首 TYT， 对不 对？所以大家想想看，万一这一次真的他们赢了，哇，邦莫大首席部长穆沙阿曼做周元首，我们沙巴人脸那里放啊，对不对？尊严哪里放？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确保青蛙虽然好吃，可以清蒸，可以油炸，可以煮公煲。所以大家呢，当然青蛙很容易，但是沙巴人呢，如果要吃好料，沙巴人如果要吃龙胆，要龙虎斑，一定要坐船出去外面抓。坐什么船？坐瓦利善的战船。青蛙水沟旁边抓两只就有了吗？对不对？但是要是龙胆龙虎斑，一定要坐船出去吗？但是如果这条船不要怕它沉船，一定要装什么？要装火箭的 engine。有火箭的 engine 就不只是船，不是帆船，不是战船，是航空母舰。所以各位，这一次马来西亚全国人民都在看。刚才郭淑庆说的对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东风从哪里开始？从陆洋开始，好不好？这股风吹起来，我一定天天吃金风散呢、啊。晚上不能睡觉，因为如果沙巴大营青蛙被消灭，
很快的，我们就可以黄明公正，母一定一定倒台，会改变改写整个马来西亚的历史。我今天来沙巴州，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一个口号 ：In God We Trust, Unite We Must。只有沙巴才会有这样的口号，这个就是宗教和谐、种族和谐最好的典范。从沙巴开始 ，Malaysian Dream shall start from Sabah。还有一个看板真的是打动人心 ，We are here to build a nation, not a particular race or religion。Malaysia is a multiracial, multicultural nation. We are here to build a nation for all, for Sabahan, for Malaysian, for Kadasan, for Dusun, for Bajau, for Malay, for India, for Chinese. 我们马来西亚本来就是多元种族、多元宗教、和平共处、和谐共处的国家。